物短撇，然后一个横画，换方向折一下往内收紧，勾上去，勾上去以后，这个撇注意间隔距离，这个比较短，这个比较长哦，注意这个间隔距离啊，从侧面看一下，再试一次哦。撇是一个短撇，斜上去，记得折一下，换方向，下面要弄变尖尖以后勾起来，然后撇短撇，比较长的撇，